头都露在外面，还有在滴血。他这个势必要截肢了，因为他已经烂得很严重，骨头都在露在外面，还有在滴血。他不幸的是，他夹到他是斜着夹，夹的，所以呢，造成的伤口会比较大。因为他又被那个渔网缠住，他可能渔网缠住之后，他又可能挣扎，他挣扎之后就越绕越紧，越绕越紧，就捕兽夹跟那个渔网整个都缠在一起，这边光剪那个渔网就剪了很久，才把它剪开来。What?